第十九题，有关于子化反应的叙述，下列何者错误？我们请各位背过，有子化反应的通式叫做有机酸加醇会产生酯加水，所以 A 选项是对的。我们在做子化反应的时候，我们最后放了点水，然后呢，酯会类呢会浮在上面，所以我们知道它的溶解度不高是对的，也知道它的密度呢是比水小，那它并没有解离，所以它是中性物质，水珠也是对的。那么在做酯化反应的时候，我们跟各位强调过，它是用浓硫酸当催化剂，所以 C 说它是用二氧化锰当催化剂是错的，二氧化锰是在双氧水的分解中当催化剂的。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，关于酯化反应的叙述，下列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反应中我们通常加入二氧化锰做催化剂。